吸引来自38个国家超过1200位选手参与的2016 Ironman 70.3 台湾铁人三项国际邀请赛，3月26、27号将在台东森林公园活水湖举办。在这里当然一方面欢迎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选手到这个好山好水的台东来，那同时我相信也透过这些选手透过很多这个比赛的报道能够把台东更进一步的行销到全世界各地去。台东的山海景观如同一座浑然天成的自然赛场，台湾铁人三项公司除了举办活动，也不忘关怀偏乡公益团体。董事长林泽浩捐赠50,000元经费给社团法人台东县天主教爱德妇女协会，并邀请协会小朋友参与小铁人活动。Ironman 职业选手李小鱼觉得在台东比赛很舒服。大家好，我是李小鱼，台湾的这个第一位铁人三项的职业选手，然后很高兴来到台湾，那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铁人朋友们，喜欢运动的朋友们能够来到台湾。能够来到台东，想替参加三铁比赛选手们加油打气的民众，都可以到活水湖、台十一线或是森林公园。吕宇轩、刘瑞文采访摄影。